怪盗基德依然越活越美。2019年的名侦探柯南剧场版又要讲述他的故事，他的声音依然让无数少女的耳朵怀孕了。而为这个角色配音的山口胜平刚刚在5月23日度过了他的53岁生日，让人不得不感叹时光的匆匆。他在推特上表示，一早起来就收到不少祝贺短信，希望在这一年里也过得充实。他是1989年在乱马二分之一中首次主演早乙女乱马的。2004年建立自己的事务所，经典角色就包括了名侦探柯南工藤新一与怪盗基德、犬夜叉、犬夜叉、航海王乌索普、魔术快斗黑羽快斗、死亡笔记 L 以及全职猎人飞弹等日本动漫迷进行讨论，最爱山口胜平配音的哪个角色。 1.185231:30 犬夜叉，2.185231:11乌索普，他哭着修理梅利号那一幕的演技爆表。3.185231:54怪盗基德、新一、犬夜叉和乱马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童年都被山口胜平配音的帅哥所包围，完全没想到他已经是53岁了，今后也请多多指教。 4.185231:33 喜欢的角色太多了，很难选出最爱的一个，因为我喜欢世纪末的魔术师，所以我选怪盗基德。 5.185231:06 祝生日快乐，怪盗基德让我变成了宅，还有就是信长的忍者的秀吉了。 6.185231:39 我喜欢怪盗基德和死亡笔记的 L， 怪盗基德总是把警察耍得团团转， L 则是冷静的把基拉逼到绝境，这两个角色都好帅，超喜欢 L 的低音。 7.185231:17 他连为大叔配音都那么帅，我完全被他迷住了。 8.185231:25 早乙女乱马、犬夜叉、亚尔斯兰、六太、工藤新一，喜欢的角色太多了。 9.185251:42 我超喜欢犬夜叉和基德，在山口胜平那一批声优中我最喜欢他的声音了。10.185241:47 悠悠白书的朕，喜欢说话又个性帅直，想干就干。山口胜平配过很多帅气的少年角色，但朕是配的最完美的一个。